我操，这以前没有这个剧情啊，还他妈在华容道的呢啊！智商没毛病吧？出烤猪。暗器一定要给它往上走，因为暗器它灵活，你知道吧？不能让木头全都在上面。这回，哎。就会跟神马上一样啊！咱们给他来一把以进为退。怪不得你们说得跑两个点儿，妈的，没有文化不让飞升啊！妈的啊！来，再来一把包括的。哎，这个东西就不要百度了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间这么多。这么多高智商的小伙伴呢啊！哎，我其实会，只是让你们感受一下飞升任务的难度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把石头放上面就行。石头怎么都放上面了？石头这4个石头都想放上面啊！石头怎么都放上面呢？操！嗯，好，我们再重置一下。很明显，这波操作不会错。我知道了，一定要等。这时候等一下，这回石头彻底下去了。来，有没有个高智商的连个麦？好啊，让刘洋来一把啊！刘洋，我刚才这几把是教你玩法，这把该你了。白龙啊，来给你个展示《梦幻西游大百科》的主编的机会，把这个头盔移到出口。啊。就把最上面的头盔往左移，木头啊，啊，最上的木头，对，木头，然后这个木头往上移，不是，你就往左移，然后把这个木头往上移，啊，
把石头弄成一排，对吗？然后保证到，对，弄成一排，对，然后把然后把然后把那个头盔往右边移，然后把石头弄成一排，把左下角这个石头弄成一排，弄成横的一排，等会儿我看一眼，就他这个百度里面，他这个他这个帽子说的是宝箱，我操！他妈的！然后往下，然后把石头往下，啊！对，不是把石头弄下面一排，弄下面一排，这不下边了然后吗？那个对，然后木材就开始往下移，木材开始往下移，然后石头再往上然后移。对。把这个木材弄这边了，对对，然后石头往下移就行很简啊。单，就是顺时针，就跟表走一样似的，这个动一下，那个动一下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儿，但是走完这步就知道好使不好使了。我操！我走得太远了。我已经走出来了，但是他提示我完成任务的时候离那个 NPC 站得太远了，我操！哦，我操，这他妈太恶心了，这太恶心了。行了，可以闭麦了，我会了，大百科牛逼暴力。